好，大家好，我是 Mike。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什么是抛光。那在介绍抛光之前，我们先了解为什么我们要抛光。我们之前的打蜡教学介绍里面有介绍过很多种的蜡品，那包含这个很推荐的845，就是打上去非常的油亮。可是一定会很多人发现说，哎，我买了这瓶回去，为什么打上去没有别的车打上去那么的油亮，那么的好看？像这台车就是。它的一些包含像是太阳纹，还有它漆面的一些雾雾的光泽，都相对表现的比较差。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再好的蜡都没有办法去把它救回来。我们要先做的就是先对这个精油层做一定程度的处理。除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抛光以外，一般人能处理的方式就是把车彻底的洗干净，可以利用清洁蜡跟瓷土这两样东西来先做一个初步的整理。那今天也会示范这两支无线打蜡机实际操作的状况。好，首先我们先对漆面稍作清洁，放了一天。上面有些灰尘，从刚刚的水珠上面看得出来，它是有一层蜡的反应，就它水珠呈现得很漂亮，就是我们上次打过的蜡，而且还是棕榈蜡，但是它光泽反应就没有特别好，就是体质出现的问题。我们常讲体质好，你打什么蜡都会很漂亮。但是体质不好，滑顺感也出不来，那甚至这个还有点沙沙的。那我们今天示范一下清洁蜡。那我在右半边，我先用这个O牌的，它是同心圆 RO 机，这是它最快的转速。那因为它是 RO 机，所以它转速不能太高。那转速不高的好处就是我这样上蜡，它不会飞溅，也就是说我每次在补蜡的过程，我不需要去关机器。那我们在另外一侧，我们测试一下我们的 K 牌，画面可以看到它不是跑同心圆，它就是像我们小乌龟一样，它是属于正抛机，它的运行轨迹就不是正圆心的。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它打这半块需要多久。好，这样就搞定了。那两边我都是一样做横向一次、直向一次的动作，这个速度明显快很多。所以今天过后我会把O牌卖掉，我就会再买一支这支一样的，对我们来说效率会比较好。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打出来的那个轨迹啊 ，K 牌它是正抛机，所以它打出来会有那种堆叠的形状。它这边O牌的就没有，它就是同心圆，然后堆叠的面积比较小。我们操作清洁蜡也是跟上下蜡一样，做完我们就把它下掉。那其实清洁蜡会有一定的研磨成分，可是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它研磨的百分比甚至不到1%，它即使有切削的这个能力，也没有办法去帮你把刮痕抚平，
或是说对你的精油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所以比较不需要去担心它关于切削这一部分的伤害。那它反倒可以帮我们去除一些平常的泡沫洗车，或是我们用药水去洗车所移除不掉的一些污垢。那关于车面上精油层的细痕，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抛光的阶段。好，在我们正式抛光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机器。机器在一般主流有三种名称，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 ROG、DAG 跟 GAG。那什么是 ROG 呢？它的转向就是同心圆，就好像砂轮机一样，它就是一个具有高切效力的同心圆机种。再来是 DAG 又叫做正抛机。那我们一般的自助洗车场有时候会有那种小乌龟接气动的，那个也是正抛机，也是 DAG。 DAG 正抛机它有个特色是它的旋转，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正圆形的，它是有一个运行的轨迹。那另外一个特色是它有经过重压的时候甚至会停机，就是它不会进行更高扭力的运转。所以跟刚刚的 ROG 比起来， ROG 是同心圆高扭力高切削， DAG 的话扭力比较低，操作上比较安全，也比较不容易打穿漆面，也是一般人最容易入手的机种。再来是这个 GAG 它的切削能力介于 ROG 跟 DAG 的中间。它的运行轨迹一样是非同心圆，但是它具有比 DAG 有更大的切削力，施力的扭力比较大，重压的时候也不会停机，但是它的切削力也没有 ROG 这么强。GAG 一般现在是汽车美容业主力的机种，因为几乎可以利用它做一次作业就把全部的工作搞定。那像以前的话，可能还要先用重切削的先跑过粗的刮痕，那再用这种细修的 DAG再做第二次的整修。那有了这一支，其实没办法修到像 DAG 这么细，但是也差得不远的啦。所以很多人只要交车的标准不要那么高的话，通常这一支就可以达到交车的标准。那当然也要看客人消费的价钱到哪个阶段。那我们每个机种都会搭配这个棉盘，一般最常见的海绵。海绵它也是有分软硬度的，那一般来说像这种很软的，类似于蛋糕，就是我们叫蛋糕棉，它就是比较适合最后一次在收镜面的时候使用的抛棉。这个整个搭配的组合非常的多，其实也是看每个技师他的习惯去做。很多时候你去问一些技师，他可能讲不出来这些道理，可是他就知道说我这一支配这个东西配什么技打下去就是可以亮啊。有时候就是靠一种感觉，那也是经过一些尝试搭配甚至一些失败，才可以做到把车漆抛光抛亮做得很漂亮的地步。那其实选购这些产品也不见得要花大钱，如果你是 DIY 玩家，我甚至不建议你一定要买这些东西，因为你能用到机会其实在一年当中是不太多。那除非你是又有心想要玩，那我就可以介绍你这些东西，你可以考虑试着购买一些来家里玩玩看。那甚至说你有一些不要的钣金也可以拿来做练习。那像现在在场的机器全部都是大陆的网站淘宝所购买，它的电压全部都是 220V。 那我先讲这一支 ROG， 它的转速一定有到达那些所谓的名牌机种，譬如说牧田比较有名的 PB7000， 但是 PB7000 一支六七千块，这一支只需要七八百块。一般人可能最大的问题是它是220伏，店里的环境有特地设置成220伏的环境，我们只要超过1000瓦的机器全部都是接220，那也相对比较安全，所以我们不怕去买220的电器回来使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它一支七八百块跟牧田一支六七千块相差快10倍，它的差距在哪边？首先我要讲的是它的切削力绝对是足够。那这个价钱的差距上，我会觉得会差在一些譬如说运转的细致度，你拿起来手麻不麻，又或者是说它的噪音程度。这个声音是接近需要戴耳塞的程度，它的运转细致度是真的比较差。但是我们即使是店家要用到 ROG 的时机，
也真的不多，而且使用 RO 机的门槛，我觉得是三种机器里面最高的。它所需要的细腻度跟技术，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跟练习。那即便是我自己现在都不太能掌握这种机器，所以像我自己在操作，就是使用这种 GA 机。GA 机在这三个机器里面算是相对比较贵的，这一台大概是3-4千块的水准。虾皮可以买到110V 的 SPTA， 这在国外的一些老外也有做相关的视频介绍这个牌子，所以也不算是杂牌了啦。那这只是目前店里面最贵的机种，也才3-4千块。我觉得相对于一般人来说，上手也算容易。它如果说真的要操作到烧漆，我们以引擎盖来说，这个平面少说也要接触个30秒，所以它容错率也是算蛮高的，就不会像这一只要烧漆可能3秒就可以烧了。那它兼具了 DA 机的细致跟 RO 机的切削能力，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大小状况几乎都是用这一支来做处理。好，那再来就是 DA 机， DA 机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加强版的小乌龟，就是我们一般接气动的那个震抛机。它也是有一定能力的切削力，只是说它切削这些细纹所花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那反过来说也是相对的安全，这一支的价格大概在1000到2000中间，所以我店里面总共有7支抛机，加起来不会超过20000块。那其实像一般客人也不会在意你用多少钱的机器，他们只会在意你的车叫出去有没有达到他要的水平，所以重点还是在抛光的技术，还有你平常的练习有没有到位。就像我讲的，可以准备一个板件来做抛光的练习。哦，对了，在抛光开始之前，我们还要再讲抛剂。抛剂它也是蜡的一种，但是跟我们上一集讲到的棕榈蜡、封底蜡那些完全不是同一类的产品。我们之前讲的那些是属于保护蜡，这种是属于抛光蜡，那也可以统称为粗蜡。这几款也是可以便宜入手的产品，那我会来介绍一下它的产品特性，以及你之后升级需要找什么样的性质的产品。首先看得到粗蜡、中蜡、细蜡，很浅显易懂。那其实这三种都算是粗蜡，粗蜡就是所谓的研磨蜡，它对车漆是有一定的研磨效果。那再搭配机器跟技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精油层下修到我们要的目的程度。所以如果技术不好，是很容易把它精油层磨光、磨穿到底漆。那技术好的，我们就是可以下修一点，然后把它的亮度拉出来，就到此为止，维持在这个阶段。那这三罐抛剂，每罐都是1公升，它在淘宝网的价钱，我没记错，大概3瓶是不到100块人民币，所以相当于每一罐都是100多块台币左右，含运费。那大家可能会想，这么便宜的抛剂能用吗？我自己一开始使用过，还真的有效果。那像是说它的这个粗蜡，它的粗蜡是真的颗粒会比较重，比较类似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品牌，比如说英国的 G3 粗蜡，那种粗度你打下去是会有机械痕的，就是你一定要再靠第二次去修，才可以把它所造成的二次伤痕修回来。所以这个我也很少用啦，因为第一个麻烦嘛，你用完了还要再收第二次，而且如果说有这么严重的伤，通常会去钣金烤漆比较多，用抛光来救的几率会比较小，所以这个我们就很少用，但是效果还是有。我们一般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个中蜡，中蜡搭配我们刚刚讲的 GA 机，这是我一个比较喜欢的组合，然后再搭配这个羊毛盘，这样子来做操作，大部分时间可以做到所谓的一次收。我们只要操作一次，机器跑完，抹布擦完，下完蜡就 OK 交车。大部分时间啦，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需要 DA 机出马去做第二次的修正。那细蜡就是我刚刚讲的最后一次的修正，我们会搭配 DA 机，再把一些刚刚 GA 机可能还是有留一些伤痕的地方做最后一道的工序。好，那这些东西在淘宝都找得到，但是呢，它既然这么便宜，有没有什么优缺点？优点是它都能达到它的工作目的，就是它能够把划痕都修掉，其实这样就对得起它的价钱。因为我其实也买过抛上去没什么用的，那起码这个东西算便宜，但是它有效果。好，那至于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它的粉尘太多，我们在抛的时候都会戴口罩，因为我们抛出来的那些血真的是满天飞，地上都会铺一层灰，那这就是它的缺点所在。那可是你如果是刚开始练习拿钣金练，你要抛一个感觉，你也是可以先入手这种便宜的试试看手感。那等到你操作都熟练了，
你也知道这个产品的缺点在哪边，我们就可以用比较高的价格去购入等级比较高的产品，所以这也是一个新手入手的一个基准点。那我们现在是没有用这个啦，因为我们已经找到更好的产品，它的血没那么多，那价格稍微贵一点。这款产品目前我们是暂时已经淘汰了，我觉得它还是对于新手有一定程度的帮助。那我们就用中蜡搭配 GA 机跟羊毛盘来做这块引擎盖的抛光吧。好，那么一样，我们就是照引擎盖分左右半边，我们就抛这个右半边这一块。那首先嘛，就是引擎盖要洗干净。那我们之前已经有洗车打蜡过一次，刚刚也用清水跟布稍微做个灰尘上的整理。那首先蜡，我们就是先放一些在棉盘上，那你也可以放一些在钣金上。那我们会先做铺料的动作，我们把转速拉到低一点。铺料顾名思义就是把蜡平均的放在钣金上面，我们料先铺好之后再带就会比较方便，就不需要一直补。好，这样我们整个右半边都铺完了，我们就可以把转速拉高一点。一般来说有个通则啦，转到最高再回退一点点，就是大概80%的转速，比较少会用到机器的极限这样子。好，我们开始吧。好，其实就跟打蜡一样啊，就是我们做水平方向跟垂直方向的交换。那这个东西也要看经验，就是说我刚刚示范嘛，所以我刚蜡上的有点多，所以现在看到的状况是很像面团的屑，有没有？这时候我就会换个棉盘，就换这种一般的棉盘，然后有点像在收蜡的动作，我们就去收上面的蜡，又或是说刚刚那个羊毛盘，你可以用高压气枪去做清洁。好，这样抛一下大概感觉就出来了，而且刚才那些颗粒也慢慢都移除了。好，给你们看看这个粉尘有多少。我们以前用这种产品抛光完都要再送去洗车一次。啊，这都是灰啊。我们检视的时候就是看这个灯的线条，它周边所呈现的划痕明不明显？好，我慢慢移哦，没有到很平啊，因为我刚刚操作的时间也没有很长，但是我稍微修掉一些，这就是 GA 机的功力。好，我们再慢慢移，好，准备过中线哦，看这边准备过中线哦。是不是看到一些划痕了？就是还没有处理掉的地方。那我们抛光所应用的场景有哪些呢？比如说白车可能最常用，它色素的沉淀累积咬在这个精油层上面，那么试着去消除下修一些精油层，来达到净化、美白、亮白的作用。那还有一些它的精油层是氧化疏于保养，放在那边动都不动，它的精油层是完全雾面哑光，这时候我们要稍微做一个抛除，让它里面的那一层精油露出来，就可以做到像一般车漆这样子 bling bling 闪闪的样子。
那或者说我们处理一些划痕是可以利用抛光的技术让这个精油层做一些热熔的效应，比方说我们一个划痕中间这样划过来深深的一个沟，我们利用这个抛光加热让上面两个漆有点加热融在一起，就可以把这个划痕做一个修饰。那当然，这种修饰都不是100%的，它可以做到80%-90%。很多时候，80%-90%就足够让我们肉眼看不太出来。那我们下一次会讲镀膜。那为什么镀膜前大家都说要抛光？就是因为镀膜它是一个可以保持你现况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自然会想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完美的状态，就好像新车刚出厂一样。所以在镀膜前，我们会做一个彻底的抛光，把一些氧化物啊、划痕啊做一个修整整漆。这个步骤做完，我们再镀膜，成效会比较好。那这次抛光的介绍就在这边，如果有不懂的问题，欢迎在下面发问。我如果没办法回答的，应该也会有其他高手来回答你。那就这样了，我是 Mike， 下次见，拜拜。